会放屁的。取一个手掌心棒球大小。棒球啊。然后铺在这个紫菜做三分之二的部分，前面三分之一不要铺。来，先听他讲，先听他讲，不急。先听他讲，现在铺也可以，可以铺，前面留出空。那个前面不要铺啊，棒球大小，这样吗？对。再来，我紧接着接手。铺完之后，大家看一下我这里，前面这个地方不要铺，空出来。米饭不够，从那边拿，他们那边剩。他们的饭量没有你大。没有了耶。没有了耶。不好了没有？我我感觉少一。来这边，那边一个人，一个在这边。这一个人两个。对啊，一个人两卷。没有没有，一人一卷，他们两个还没有。新鲜的。一人一卷，食材。一人一卷哦。每样取一个，每样取一个。不是不是不是，先拿到手上，像我这样。垒在一起，这样垒成一条。垒在一起之后，放到米饭上边。卷的时候一定要把目光集中在我的手上，看一下我是怎么卷。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个错误的卷法。一样一个呗。狮子公主。一样一个。看一下。看一下我是怎么卷的，压低一下，压下去之后要把自己的左手拿出来，放到这个竹帘的后面，用右手抬这个竹帘，边抬边往前推，然后推完之后，这边空白的地方是让大家抹水封口用的，这边有两个东西，还有一个是芝麻油，看到没有？千万不要抹成芝麻油，越抹越滑，抹水在上面。然后给它封住，封住之后，用手轻轻挤压一下，把里面的空气给去掉，这样的话就叫寿司。打开来看一下，一个韩式的紫菜卷饭就这样完成。喜欢吃芝麻油的人，把这个芝麻油抹在它的表面。抹的时候。最后看我一眼，抹的时候，芝麻油这样抹，看好动作没有？要叫人妻的，要叫人妻，人妻快点！这是人妻，看好动作，看好没有？这样抹，快的慢的你自己，节奏你自己，节奏你自己去把握。快吃了吗？我们有，阿爸。